无所不能吗？你不是心中还有一直念念不忘想去做的事儿吗？那你别睡了，赶紧起来吧。其实我想过很多我们重逢的场景，唯独就是没有想到我们变得这么客气。才过了三年，我们大家的命运都不一样。林教授，久仰了。不要再辜负我对你的期望。站住！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，究竟是什么人要把薛墨带走？医生，快救救他！这种活动又出现了。阿鬼，东方科技大学有异动。怎么回事？他身体里的血全部消失了，就像被抽空了一样。一条人命只能让他波动五分钟。不管是因为什么，我阿布多瑞醒过来了，天蝎星系等着我。在我沉睡的这三年，地球上又有其他外星文明的到来。我知道你是谁，我会继续隐藏好自己的新生命，不会让他有任何的可乘之机。咱们才更晚呢，叶兰，你有情敌了。有事随时来找我，别找薛梦。到底什么东西在消失啊？叶海兰在哪？想要找到他，就先打败我吧！别再装普通人了，交出你的精神力吧！东方科技大学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干扰我们的精神力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基石。之前我还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醒，原来是因为你。被人欺骗真的好痛苦。如果你再去找他，碎的可就不是石头了。你在监视我？我是监视整个研究所。把金峰交出来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大联盟英魂杯上唯一亮起的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再次回到天蝎星系。你们男生心情不好，怎么样才能开心起来？我才半天不到的时间，我就让你去接他，你们俩就成男女朋友了。那你要我怎样啊？你还要我怎样？齐晨，我醒的是宣墨。所以我一冲动就赶走了海明月，他坚信叶海兰只是为了钱。叔叔你好，我是宣墨。里头有500万，买你一句真话。真正在乎你的人只有我。我不想再骗你。齐善和他才是一个世界，我会祝福的。干什么？你干了什么？原来新来的人是你啊！新的世纪还需要跟人体进行大量的试验，一旦成功，您的科技将震惊全世界。一场情书就把薛墨改变了？薛墨，你到底是谁？